为伫台南新营的太祖宫，一到假日就坐坐信众来参拜，若是拄着老街，更加是有大批香客来进香。不过因为车流人潮多，常常发生交通的事故，予庙方相当的头疼。阮这是太祖爷的祖庙，那伫即个吼九月初九进前即个月、即两个月进香期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香客很多，啊，香客多啊，车辆多，人员多，啊，就是常常发生即个大小车祸啦，拢有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即个爱全部来改善，吼、哦，好，即个咱即个来的乡客也好啊，哦，百姓也好，即、這个安全有得到保障。针对着太祖宫周边路口危险的问题，立委赖慧文特别邀集着相关单位到场商讨解决的办法，希望让用路人有搁较好的交通环境。有真侪是外地来，所以也造成这边交通哈非常的一个混乱哈。那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一个交通需要一个整顿。那我们希望就是说，利用前瞻计划的容易发生路口的这一个专案，是不是有机会来改善？那今天我们也得到就是说，我们民建署非常正向的一个回应哈。那也谢谢，那我们会赶快尽快哈来规划，尽快来执行。看起来这个道路是有涉及到省道以及市区内道路的问题哈。那现在如果说公所提出计划，然后涉及到了经费，如果涉及到民建署部分，我们全力的支持。陆会员这次今日会勘初步达成共识，真感谢营建署、公路总局等等的单位愿意全力支持，配合地方规划上好的方案，期待改善的计划量早进行，守护民众的安全。南投新闻台新闻采访报道。